有一个教授啊，就问学生，请列举人奶呢比牛奶好的五个理由。那有一个色色的学生呢，就想了想就回答，就说第一个，人奶呢喝起来更快，供应速度更迅速。第二呢，人奶呢来自于人体天然的泉源，更清洁、更甘醇哦。第三，人奶呢不容易被猫咪偷吃，所以确保我们完整享受没有污染的每一口。啊、第四点呢，旅行携带超级方便的，那个奶呸呸要放着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特殊的保存方式，也不会噪声哦，它只有流汗会噪声而已。那第五呢，人奶的容器啊比牛奶更具艺术性哦。有一位身材玲珑的小姐姐呢，早上呢就赶公车去上班啊，就来不及吃早餐呢，于是呢她就左手拿着三明治，右手呢拿着一盒牛奶，就跳上了车子，然后车子到达下一站的时候呢，又不小心又挤上了一大堆要赶上班的人群，然后就听到那个小姐姐啊就很娇羞的就叫道，别挤，讨厌，把人家的奶都给挤出来了。OK， 在夜市烤肉摊前面啊，你是不是经常呢都会听到这几句话？小姐，你的卡车要不要辣呢？啊，小姐呢就回答说，要啊，当然是越辣越好，顺便把我的脖子也剁一剁。